但是还在正常值内，但是已经比他 DCN 是有下降，所以可能就要。你看，等一下他很烦。你看，你看来，对。他只有做四 D 深化，协议深化，然后什么？就全温肠炎呐，就每次基本的都上过。然后他用台湾基因啊，他是种小蕉啊，招黑的。哇，我又变黑了吗？我老天爷！我变黑了吗？我要见你一次。哎，你变瘦了哎！对，他变瘦了，怎么了？你卡。啊，他怎么变黑点？怎么没变？他要一段时间，他比较顽固，就是。要吃太多。健康品太多。